这个是有带垫肩吗？有，好漂亮，让你穿起来整个很有气势，对啊，挺起来，还就用比较尖呢，感觉你声音变大声了，对，感觉你很会开会，漂亮啊！带出了这个很酷的红色，哎、欸，那个是很深的红色，对啊，红色，是它的那个下面是这样抽成之后就是这样子两个舌头，超漂亮的，然后又不是太短的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太行，不太敢穿太短的，你就可以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因为这件裤子比较高腰，如果低一点的话，其实就是露出你的最细的地方，隐隐约约在这边，很好看。超好看，然后超实。然后袖子的话，它又是做这种四分袖的，所以你的手臂虽然袖比较长一点，手臂就整个遮住，所以你也就是很显瘦。它的那个垫肩就让你就是看起来非常有精神，但是不会太夸张的那一种。它垫肩是这样子扯的，就是这边是扯，这边是扯，整个扯起来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怕它就是翻起来，它也不会跑。它有一个小心机哦，它的抽绳其实只有一条。在这里，它这个是你我们自己绑的那个结。是啊、哦，我以为它是两条哎。努，你看，一条线哦。对，它其实是一条，应该这样看蛮明显，对不对？对。一条而已哦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抽绳，可长可短，它也有弹性，整个也是很舒服，跟我们上礼拜方领那个布料好像是同款，对，然后就是非常的很挺的那一种。